我们四个都拿着河豚，看谁中毒。你们手上拿着河豚吗？对，不是，看拿着河豚，然后一起吃，看谁中毒。等下，我现在宝石是满的，我就跑一下。那我跑一下，我跑的。我也跑一下，我的也是满的。好，我错了。好，来，然后1、2、3。哦不，全部中毒。好晕哦！要死掉了！啊，要吐了，要吐了！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好想吐，好想吐！好了，哎，等一下，神农瑶不是百毒不侵的吗？哎，神农瑶变胖了。你记得神农是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吗？他说什么？是草，有毒。有僵尸，哪里？他怎么骂大声？等一下。他这么凶。好久啊，剧毒。好久。洋洋，你离法师远一点啊！他那个人随时对你丢胖子药水。我刚刚那么大声。其实我叫你离他远一点，只是我想丢他而已啊。我知道。两个胖子跳。哎、欸，真的很胖，你不要再对我丢这种东西了啦。好胖啊！快死掉了！我四个月前才刚减肥成功。你四个月后又要回来了。好了，我有一分钟了。我还有一分钟，我还有一分四十几秒。幸好刚刚没有僵尸突然打过来，不然就白了。哎、欸，胖子连叠楼梯都有问题。不准，给我下来！啊！不准你走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兔子死的次数这么少啊？小奈，你看小奈只有死一次，他根本没进来几次。哈哈，谁身上有铁矿啊？可不可以顺便拿走啊？没有。那你拿走？不然我就铁锭而已，北七有。哦，好吧。还是你们要当场烧？也不用啦。这什么长枪？什么羽蛇萨尔科长枪？他的长枪是铲子哎！我有长枪啊！到底人家不能用铲子当长枪。我要在他脸上写个铲字。刚有说长枪吗？不，哎、欸，不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那不要什么、啊？我要上去了啦！哦，不要啦！胖子很辛苦。那就你赶上去，我们全部都要上去。帮你放水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我也可以帮你们放水，只是我的水是胖子药水。妈，好了。哎呦，胖子很辛苦哎、欸。你们不要急啊。不了。Oh my god， 胖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胖子卡住了。胖子卡住了，对啊，很正常。哎，胖子真的卡住了。哎、欸，走，洋洋走。哎、欸，有僵尸。水收起来，我们走。还有。哎、欸，僵尸屠城啊！你看，再不放我上去啊！哎呀，菜逼吧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，那倒没。哎、欸，哦，累死哎、欸！每次传送一下都会吓死。哎、欸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这个只是 Super Hostel 的其中一个通道，我们还有三个哎、欸。啊、哦，居然，哦、这地图真的太大型了吧？对啊，太大了。对啊。自己看真的猛猛的，我火把一下子少好多、哦，天哪、啊！就是为了藏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当初应该履行我的承诺。当初季汉在做三代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已经知道会这么大了。我就问他说，我能不能拿拔刀剑模组玩这张地图？他有说比较快啊。他有说可以啊。早知道就真的开拔刀剑来玩了。我觉得这样我也不会比较快，他地图还是这么大、啊。会啦，拔刀剑至少打怪快啦。我觉得没差，而且比较好躲。那、啊、怎么回去啊？问泱泱啊，他不是方向感最好了、啊？不是，我的问题我们知道路，可是怎么回去啊？哦，你是说这个怎么回去啊、哦？尴尬。走啊，走就对啦。哦，你说哦，对哦，这个、哦。对啊。叠上去吗？我给你们上来有很久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泱泱，你到最上面的时候，你比最上面低一格放水，不然它水会被你打乱。啊，手滑了，手滑了。你滑谁了？好，谢谢，感谢大德。好，有了，上来了，顺利接轨。顺利接轨，我就看你们能不能拔。哎、这个水好深啊！救命啊！顺便把苦力怕生怪砖挖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就被冲走啊？兔子有考过小勇士检定吗？有。啊，那你会有啦。本人真实世界会，可是游戏内不会。为什么你会？我真的很有障碍。
哎、欸，我先来苦力怕这边帮你们擦亮。我这边是上上下下。我很不会，这、啊、到底是什么啊？上面水流有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需要什么什么那一本书啊？哪一个？你们刚交换武器的时候不是需要什么书吗？哎呀，你死了！你说那个很奇怪你们去岸上看啊，他手上有一本书啊。看不到啦。他走过来了啦，泱泱，你右边哦。嗯。讲错了，那是法师。好妖啊！啊，骗人呐、啊！妈的！我还想过想出出加油，你快到了！你们不是需要这本书吗？他的手上有毛毛书哎。对啊，你。不行啊，那个。救兔子怎样？换你卡片的角角。哎、欸，你们那个水流重放一下。那个水到底是哪一格？放个平台给他踩啊。可以啊。那我往下一格给你踩好了。知道。等一下，不然你要不要直接传送啊？有这个、啊。快到，快到。到这边。啊，法师嘞？法师，你在打那边的怪了吗？我没血了。我看到了。他这个有尖刺 ，fuck you！ 好凶。哎、欸，我就这样子一直死就饱了。你还好？饱了吗？饱了，饱了。不用吃晚餐了。哎、欸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啊！我一个人就死了他妈33次啊！没有。太多了吧？我们直接开箱箱好不好？拜托啦。哎、欸，怪不清一下，你不能安心看啊。啊，这边有一个，来来来看香香好了，然后打一下怪啦。我就是打不赢，你知道吗？心累心累。这怪砖啊，北区哦，你放着也不会比较好啊。那你把神怪砖挖掉。哦，我全部。十件哎，全部清掉了，我全部打掉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还是留剩一个好了。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砖我要全部打掉了。好啦，太痛了吧？他们拿那剑是八星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外挂、哦。外挂、欸，现在又把我扁死了。哎、欸，来，泱泱，顺着我的路走。我们开箱吧。好好开箱。哦，里面有食物，哦、很多食物。5、6、9星耶。哎、欸，然后根据作者的那个，你们看我一下。那后面有路啊。直接挖，欸欸欸欸那个画是不能钻的。怎么有东西跑出来了？从哪里出来的？那个画里面，哎哎哎，谁、欸欸、偷 A 我？哦，这里哦。哎、欸，里面怪也太多了吧！哇！等一下，又有一个世外桃源，是不是？啊，不就这里吗？太远了啦！哪里呀、啊？太远了，太大了。大哦、你坐小一点，这样我们看的比较快一点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坐小一点，我们看的比较快一点啊。超大，很有那个目光锋利的感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作者说泱泱跟兔子攻击力一样了，我跟法师还是只有你们一半啊。废物啊！啊，你说现在这把剑吗？对啊。鸡，有鸡。居然。啊，神座。神。哎、欸，这里是村庄吗？隐形苦力炮。又隐形苦力炮。是隐形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里也太豪华了吧！高压高压。哎、欸，都你看。你刚明就已经冲上来了。哦、我只看到鸡而已哈。上面感觉蛮美的。那就走吧。啊，走啊。地板有破洞哦。这是在考验我的那个观察力吗？好不好啊？嗨，铁巨人。有个法师沿路在那边。对啊，突然很祥和的感觉。刚刚全部是怪。我觉得老掉了。里面很祥和的吗？我好奇这个。这是哪里啊？对啊，这里是哪里？地底村庄。怎么突然好像？里面会有那个吧，连接的那个。找看看啊，这里还可以上来。这边还有一个瀑布，又有瀑布，哪里？小的，这什么水？哎、欸，这里也太大了吧！这里好大、啊。这里我在掠夺他们的财物，我会不会被打？不是，你要把他们每一栋都掠夺光吗？这边光是看过去就不知道他妈几百栋了。就加减了。好多、哦。你那欧贝照。迷路了。啊，在那一栋里面的是谁啊？哪兔子吗？这个，啊对，化钱就把那个去过的门开着，这样。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、哦。这个羊好高哦。羊好高。羊好高。你们过来看，它在火把上哎、欸。那个羊好高、哦。这个火把上有羊。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
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